成年队。本赛季短节目选曲来自 Carry You。首先开场第一个是质量很高的滑动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燕士姿态保持得非常好，接下来进行的是碾转动作，规定的三角交叉。进入到拨拉手动作，最后是艺术性的动作，同样选择了艺术的车轮。来自哈尔滨市名将轮滑滑冰俱乐部的 Young Dream 成年队，很完整的一套节目。把滑筒往前搬一搬呗，这个是注意着，拿着走。好，上那个。回放中第一个滑动动作，碾转动作。
由于在成年组短节目当中呢，不拉手动作本身是最高级别基础级，所以队伍可能会在不拉手动作当中的步伐的选择上面尽量多的去完成。最后艺术性的车轮，Dream 成年队本项得分41.99分，现排名第一位。